把你的胳膊腿全撅了，连腰也别剩下。你信不信？我还行。信，您是武将，神武。可我猛然间想起了天津那边，我叫大姐，你叫蛇妹的。你再不是东西，我多少也得给他留个娘家人儿。哎，您开恩。可就这一回，你要是再不往人上走，我可也就不心疼了。 银杏那儿，你还去搅和吗？不，我躲着走。要不去宪兵队去邀功请赏？那宪兵队那门冲哪儿开我都不知道。铁狮子胡同门朝南开。不，那我也不去。我还不怕你口是心非，最多就是让日本人给抓了去。可是我会日本话，你不会。 我倒瞧瞧他们听谁的。哎，您不会信口开河吧？他问什么我就认什么。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敢做敢当。可有一节，我得丑话说在头里。我得告诉日本人，所有这些事情里头，全有你。 信吗？信不信由他，说不说由我。要真到那份上啊，哼，我临死也得拉个垫背的，省得我硌得慌。哎呀，万里有个一，他要是破罐破摔了呢？他家财万贯，可我一无所有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他真豁得出狗命，我就舍得吃狗肉。哼，自古。 英雄有血性，岂能判死于贪生？嘿，喊声好啊！好。嘿嘿嘿，哎。哟，砍刀！我吃，胡了。我碰。 就等这张牌喽，赵公爷，您真成啊，一炮三响，你呀得赔三家。今儿就到这吧，精神不济，这身子不太舒坦。别介呀，难得少公爷今儿个放响，也让我们多捞几个呀。可不是，这年头做什么买卖都赔钱，就指望着殷公爷豪气冲天了。 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改日再奉陪各位了啊，好吧？哎，得了，我也告辞了。哎，姐儿，嗯，您说说，我就真得混吃等死，百无一用了。前儿你还龙筋虎猛的，怎么又蔫儿了？ 梦里想了千条路，醒来还得卖豆腐。寿元那条路子，没戏。您还别提他。要不你找他去。谁呀？哎呀，你还得管他叫老叔吧。他还活着呢，这算计着。 都快奔80了，80多了，可谁让日本人稀罕他呢？越老越值钱了。老叔，您吉祥。 人家给您请安了，别请安了，鞠个躬吧。眼下流行鞠躬了。是。你谁呀？回大人话，家父是世袭的镇国公爵，名魁杭九。魁九？那。
他还活着？活得好好的呢。啊，他是怎么活的呢？这么年轻啊？家父是魁九，小侄是他的儿子。嗯，有这么一号。哎，他的姑娘不是给了生物园不是？是是，寿元在福建，原来是舍妹。寿元啊，没出息，呆废。给他个市长吧，他还嫌小。他不是嫌小，他是跟日本人拧着，而且他现在已遣回北平了。啊！日本人要是抓他，小侄倒是有他的下落。多事儿，人有脸，树有皮，那东洋人更要面子。谁再提寿元那档子事儿啊，他先拿谁？寿元儿，没事儿了。市长啊，早有人了，干得好好的，他乐意你提。那就黑不提白不提了。别人全装傻，就是你机灵。为人在世啊，最怕的就是当搅屎棍子。小侄的意思是想借老夫的桥，给那个新政府啊做点的事。老爷子睡着了。没事儿，我再等等。他这一睡，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啥时候醒了。啊？只要拜佛爷，佛爷就掉腚。这说谁呢？简直就是说你呢！杨明正，哎，这，哎，这，走道别老自言自语的，还以为你演讲呢你。哎，是。仙儿啊，哟，怎么了？啊，胳膊抻着了？哎，我动不了了。来来来，坐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仙儿，我帮你揉揉。我呀，还是送你看大夫吧。现在进个医院得多少钱呢？咱有吗？那你也不能硬撑着呀，啊，别耽误了。你揉揉好多了，哎呀，真的好多了，没事儿。都怨我，哎，你这么白天黑夜的连轴转，哎，杏儿，明儿咱不去了。一天不出摊儿，咱们就得饿着。可我不能让你这么养着我呀，要去我去。你去干嘛呀？你会吗？我不会烙烧饼，可我会干别的呀。我养你。别的啊？我有膀子力气呀。开山砸石头我不行，可推车抬轿那我也不犯怵啊。岁月不饶人呐。嗨，我才不过50啊，30如狼，40如虎，50还金钱豹呢。哎。朝罢甚会，转回归，一见佳人魂魄飞。哎，不行啊！啊，你不比我，你不能露面。哎，不能露面的是寿元，哎，不是我，元寿元老三。你看看我现在这模样，我那些高亲贵友，谁还能认得出来？啊？他们就是看着眼熟，也不敢往那儿想啊。嘿，咱现在不光是一品大百姓，还是人下人。我倒想瞧瞧，谁有这好眼力。那你想干哪行啊？
那太委屈您了。只要不委屈肚子，就值。这一挑子七八十斤的，路远无亲在呀。嗨，我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，负重行军10公里吧，枪支弹药外加行李，规定就是35公斤。哎，每回我都跑头名，准把那帮日本人全拉后头。得嘞，咱们就一笑而别吧。哎，别去啊，咱们就搭伴儿吧，啊，一块儿卖。那哪行啊，卖菜不能扎堆儿，要不您也得剩，是我也得剩。哦，得嘞。回见了，回见您嘞。哟，少爷，开张了。嗨，走了8条街，没人问呢。不会吧？这边都是住家户，谁不买点子菜呀？您价儿开高了吧？没有啊，还没轮上我张嘴呢。没张嘴儿，您吆喝了吗？没有，人家还以为您给哪家馆子送菜呢。哎，您得吆喝，吆喝。不会啊，那有什么难的呀？张嘴就会。芹菜扁豆辣青的椒，胡萝卜大葱绿蒜的苗。您来来，我。芹菜扁豆。您当年在于老板府上唱锁五龙，好我令。一声呐，当张武，多足的中气，那劲儿拿出3尺就响堂。哎，这卖菜卖菜，7分吆喝3分菜，您不张嘴那哪成？您连带兵打仗都能学会，吆喝声您学不会？哎，您再教我一回。芹菜扁豆辣青的椒，胡萝卜大葱绿蒜的苗。芹菜扁豆辣青椒，胡萝卜大葱绿蒜苗。好。少爷，您光想着菜，甭想别的。以往有过多阔的差事，也不如咱这2筐菜值钱。芹菜扁豆辣青椒，胡萝卜大葱绿蒜苗。是卖菜的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！是啊，来，是卖菜的，是卖菜的。来来来，随便挑，随便挑。哎呦，听您笑话了。芹菜扁豆辣青椒，胡萝卜大葱绿蒜苗。芹菜扁豆辣，怎么像唱戏呀？胡萝卜大葱嫩蒜苗，顶花带刺嫩黄瓜。嘿，这痛快！胡萝卜大葱绿蒜苗，卖菜的。哎。你是先印印厂呢，还是先洗洗呀？嘿，您来点什么啊？我呀，足秤多给，拉个主锅。嘿嘿，摊上怎么样？嗯，全出手了。哎，你的菜呢？我，嘿，这不是，就剩这把小萝卜，回头啊，咱们自个儿鼓捣着吃。哟，您发财了？哎，掌柜的发财。同喜同喜，同喜同喜。哎，咱们这算是怎么档子事儿啊？仙儿，你不该嫁给我。
后悔了。我让你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？北京城里，家家不都这么过日子的？你还想怎么过日子啊？得呀，先赶跑了鬼子。赶跑了鬼子以后呢？只要能活到那天。活到那天了呢？哎呦，我还没想。想好怎么过呢？把王府收回来，租房子，吃瓦片。没钱。哎，让妞子寻个好姑爷，让他们伺候咱们。没，更没劲。我呀，还是卖菜吧。胡萝卜、大葱、绿蒜苗、黄瓜，顶花带刺儿嫩黄瓜。黄瓜，来，英公爷不，英子姨，够朋友，倒退三十年，是不？倒退三年，就我们这号的，您连眼皮子也不加呀，是不是？肯定啊，相见恨晚，相见恨晚，今儿个一醉方休啊！来。来，给您满上。对，咱们祝贺英子爷高升。对，就我那半个沙帽翅，说着好听，屁用都不顶。嗯，还得受气。谁敢拿英大人不当回事啊？就是啊，不想活了啊！就是不想活了。你给夸个大，哎，哥们儿替你出气。对，替你出气。蒸馒头，我还趁口气呢吧？对，哥儿几个把这面子给我找回来，行吧？行，没问题。什么事说？绝对行。您说。让我露回脸儿，他这一辈子瞧不起我，连他老婆都不拿我当人呢，那还是我们家出去的丫头，都混成那样了啊，还敢指着鼻子教训我？今儿我非让他知道这锅是铁做的。对，铁做的。明儿个，知道。哥几个杨家将，一块上，可得算我的啊，算我的。来，没问题。来，干了啊！里边坐。好嘞，稍等啊，立了。哎，回见。哥几个都在这呢。今儿啊，对不住您了，豆汁上少了，您来碗炸三角怎么样？多加点辣椒酱，您吃个热热乎乎。啊，谢谢啊。大嫂子，给我来碗豆汁俩焦圈。干嘛呀你？还没上街呢？早上了。今儿走鸿运，遇上一家办喜事了，给包了圆了。算你捞半天歇工。寿大爷。哟，哎，慢点。万大哥，万太太。大爷，万大哥。哎呦，万太太也是遇上赵老爷，才打听到这儿的。哎呦，恍如隔世，恍如隔世啊！万大哥，你这身体耷了，养了两三年。吃的药啊，堆起来比山还高呢，这才明白了。明白就好，明白就好啊。有时候还糊涂。岂有此理！我什么糊涂？我明白得很。哦，今夕何夕？民国三十年，阳历10月8号，对不对？对。万大哥，你也说上这民国纪年了，不说宣统年了。俱往矣，不堪回首话当年，再回头是百年身。我儿子少卿血握中原了，朝我开枪，可惜他没打准。哎，好了，咱不提了啊。哎，仙儿啊，去。给万老爷万太太盛两碗炸三角，收摊了，回家呀，踏踏实实的吃。对，回家，咱跟我回家啊。先行一步，我收拾。我儿子。好了。少卿。是，咱回家说少卿去啊。到你们家去。哎，哎，怎么着？认准了吗？错不了。对，连个整碗都别给我剩下，
筷子也给我剁三截。是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几位要喝豆汁儿啊？哎呦，对不住了，明儿再伺候各位。你叫银杏？哦，查亮晕证啊，我有。哼，是你就行。走，打打。哎哎哎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这是讲不讲理呀？我招惹谁了？都打了。大科长说了，不许出来摆摊，见你一回砸你一回，一直把你砸到特高课。你赔我！赔我！去！你妈的！打！我打！干什么呢？谁呀？哟哟，报告大人，这娘们儿妨碍我们公务。哟，这不是银杏儿吗？嗨，不是外人。哦，我该管你叫什么呀？叫你少王爷福晋啊。银杏儿，你得跟你们当家的说，日本人跟前我说的比他清楚，这张牙舞爪没有用，虚张声势吓唬不了谁，全得听东洋人的。哎，这个东川太君的宴会有你吗？哎呦，小的不配，大人您赶紧的，快去吧。啊，杏儿，回去跟寿元说，混不下去了，让他来找我啊！好说，走。啊，哎，让开让开！臭娘们儿，记住了啊！兄弟们，走。啊。您香，笑，马，好，好字啊！尊夫人效仿卓文君。当卢而鼓，不论生意大小，都应当有个字号，姑且以此为贺。好，等我们将来啊，混上个小门脸，开个小饭馆，就叫文香居。国有此日，我们再正式贺喜。好啊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！哎呦，我又快接着，怎么了？接着，少爷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银杏，这谁下这么狠手？这年头这地界你还用问吗？少爷，婴孩当了汉奸了。婴孩，哎呦，拦住他！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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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听我一劝，少爷，还不知走了什么门路，听说勾着新兵会了。他是个小臭臭，可他长在日本人身上啊！小人在乱大谋啊！我死了个儿子，忍无可忍，我都忍了，何况你还有令媛呢？别拦着我！哎，少爷，别拦着我！不能啊！少元，一下。一命抵一命，咱们亏大了。他不配，少爷，为了妞子，听话，啊！杏儿，不怕你，我儿子有枪，专打新兵会。胡萝卜大葱嫩蒜苗，黄瓜，嫩黄瓜。青菜、扁豆、辣青椒。
别出去，别开门。黄瓜，卖菜的来了。那也不许买他的。胡萝卜大，他那菜鲜了呀。白给都不要，有什么吃什么。厨房没青菜了。黄瓜，吃罐头。嫩黄瓜，去吧，去去去去。哎，黄瓜，嫩黄瓜，顶花带刺儿，嫩黄瓜。哎，黄瓜多少钱一斤啊？去别处买去，这儿不卖。嘿，问你那黄瓜多少钱一斤啊？五块。您疯了？得，咱走吧，上别处买去。黄瓜，嫩黄瓜，顶花带刺儿，嫩黄瓜，嘎嘣脆。喂喂，我是英公馆呐。哎，我是市议会的资议英孩啊，刚上任的。哎，你们赶紧来人吧，来晚了就出人命了。嗨，不就是一卖菜的吗？哎，我说他是拿茄子砸死谁了，还是用黄瓜捅死谁了？把卖菜的全都抓起来啊，我拿什么下饭呢？啊，谁？寿元？嘿，寿元是谁呀？嘿嘿，我说啊，你是梦着说呢还是醒着说呢？哎呦喂，这都什么年月了还王爷王爷呢？嘿嘿，王爷呀，你就更管不着了，等什么时候有了皇上啊再说。哎啊，什么？我是谁？错了，我不姓赵。我姓他妈气，叫气死人不偿命。以上はないか？報告します。以上はありません。黄瓜，顶花带刺儿，嫩黄瓜。喂喂，哎，电话局吗？天津的电话通了吗？我要的加急呀！啊，来了来了，接过来接过来。哎，喂，贤妹吗？我这都急得火上房了，这寿元他要跟我死磕。寿元？你见着寿元了？那银杏呢？哎，这两个人啊，一个都不给我个信儿啊，把我忘在阴山背后了。真是俩，哎呀，一个比一个没良心。你见着他们？你见着他们替我骂骂他们啊？问问他们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姐了？啊，挂了。啊，寿元儿？寿元怎么了？卖菜了？哟，落魄到这个样子了。哎呦，那你呀，多买点他的菜，啊，帮帮他，别跟钱上较劲儿了，啊。哎呀，我欠他的多了。夫人，有客人。谁呀？哎，叫他进来吧，正想找个人说话呢。您好。你找谁呀？我找寿红霞的母亲。红霞的母亲？我就是。他托我带来一封信，不过说是给他两个母亲的。哎，他，你跟他在一块儿啊？哎，他在哪儿啊？哎，他没病吧？哎呀，他现在在哪儿呢？这个孩子，他还想着我呢，我这是没白养活他。您把信收好了，他说您不用回信了，回了他也收不到。那他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信封上都写着
我就不多说了。伯母，再见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姑娘，就在这儿吃饭，吃饭啊！哎，你爱吃什么？我给你上维克多利去端菜去。伯母，我这就得走。如果租界警察问起来，您记住，您从来没有见过我。哎，姑娘，小姐，我还没有问过你贵姓呢。也许您能想起什么人来？我姓彭。姓彭。这母女俩一样一样的。青菜、莲子，大青椒了。谁把大门开开了？少公爷，门大门关着呢。我当寿员进来了呢。青菜、莲子，大青椒了。学日本话学不会，学这个倒行啊！给我拿出去摔死！哦，青菜，别到大青家了！谁也不许开大门！喊，给我大声的喊！你们家姑奶奶回来了！哎呦，是贤妹呀！我以为你顺着电话线就爬过来了。大白天的，关什么门啊？贤妹，你来了可就好了。这寿元他要跟我豁命啊！你怎么又招着他了？不是我，是日本人折腾他。你敢说没你事儿？没你事儿能有那么热闹啊？寿元呢？没在外头。没在外头啊？外头没人。我去了趟王府，怎么着？跟日本兵营似的。哎呦，你千万不能去！那日本人拿着刺刀跟盒子炮说话。那寿元住哪儿啊？我还没打听出来呢。哎呦喂，你瞧瞧你，就这么点的事儿，你就永远办不利落。我找他去。哎，这银杏啊，在绳子胡同那儿摆了一个摊儿，如今也不知道还出不出这摊儿了。哎，回头你见着他们两口子，一定千万给我打个圆场，就说啊，这年头。谁求不着谁呀？啊，这要是把我给惹急了，谁都没好果子吃。哪胡同？绳子胡同？啊，对对。得，没你事儿了。跟您打听个人儿，这儿摆摊儿那女的今儿出摊了吗？说不好，是收摊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出摊啊？也说不好。我跟她是亲戚，您甭怕。我全都说完了。您说什么了？我说了，不好。哎呦，这可怎么整啊？哎，七姨儿，哎呦，七姨儿，这不是我儿媳妇儿吗？啊，天津待好好的，你往北京跑什么呀？哎，东洋人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我还想往天津租界里搬呢。有那么邪乎吗？一睁眼儿你就全明白了。你到这儿来干嘛来了？我有事儿，我找银杏儿来了。找他干什么呀？您见着他了吗？哼，我不单见了他，还见了寿元呢。啊，一个字儿，惨呐！
银杏卖豆汁儿，寿元挑担子卖菜，那全成了下九流了。七儿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找他们干嘛呀？早就穷途末路了。行行行，改天再见啊。哎，改天再见，再见。别找了。哎，哎，嘿，不死心眼儿吗？快着点儿。哎，知道了。这人不能跟块冰似的，说话就化了呀。你们管户口的，你给我查查，好好查查。您瞧，真没这人。那，警长啊，日本人要大搜查了，闲人别跟这儿待着啊。是。赵老爷。嗯，哟，这声可是有年头没听见了。哎呦，寿福晋，家里都好啊。家里大人孩子都好啊，您这是，他来查一人，叫什么寿元的。哦，您真想见他？那当然了。哎，寿福晋，您二位不早就那，啊，是吧？这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见您呢？他乐得蹦高，我给他带来了狗头巾。哦，那这事儿，您哥哥知道吗？关他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得嘞，我呀就押上一保。寿元，嗯，你搁下，我来吧。哎呀呀呀呀，你歇着，你歇着，我来。咱们今儿个呀是红烧小萝卜。素炒土豆丝儿，啊！哎，杏儿，哎，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大眼瞪小眼的。哎，先别问我怎么找来的啊！你们都准备好了，该哭哭，该笑笑，准备好了啊！可由着你们。由着你们来，格格来信啦！啊！哎，快快快，给我抢抢！别抢！哎呀，别抢！别抢！哎呦，你知道吗？这日本人在车站上搜身呢，我把他贴着胸脯揣过来的。哎呦，杏儿啊，你是他亲娘，你看来，来。寿元，还是你先看。哎，别，你先看，你先看。我怕念丢字儿，快，你念给我听。哎，哦，不行，我呀，先把街门关上。哎，回来，街门我都关好了。哦，哎，快念，别扯了，还等着听呢，快。哎，爸，妈，娘，嘿嘿，你们俩全有了。快念。女儿离开你们几年了，非常想念。爸，还爱发脾气吗？妈，还爱喝闷酒吗？我娘的身体还好吗？木兰辞里说了，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这两句诗。可以概括女儿的一切。你们再也想不到，你们不懂事的女儿已经成为了一名抗日前线的战士，每天面对的是血与火和现实，是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。爸，娘，妈，你们放心，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之日，就是女儿和你们团圆之时。请你们多多保重，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。女儿，红霞，吉日。完了。啊。
就这些。他这会儿在哪儿呢？离北京有多远呢？他也没说呀。这戏你没看过？我没敢拆，我怕露埋怨。他还真没提。哎，也许是军情机密，上不穿父母，啊？嘿嘿嘿，这倒像我女儿，将门出虎子嘛，啊？嘿嘿嘿，哎，哎，哎，你哭什么呀？你该乐呀。这闺女没病没灾的，这是平安家书。我没哭，我没哭。想哭就哭，想乐就乐，啊！云杏儿，咱没白窝囊，咱有盼头了。